呢几年又疫情又封关，我同大家一样好想出国玩水啊！不过近嚟好多朋友咧都发觉到，原来香港都有好多水上活动玩噶 ，wakesurf 啦、潜水、独木舟咩都有。每逢假日嘅时候嚟到西贡更加人山人海添啊！嗱，唔讲你唔知啊，香港有好多好独有嘅海洋景色噶，水底嘅物种咧多到你都唔信啊！更加有趣嘅系，原来香港有好多水上活动达人，仲有好多好特别嘅海上文化添。今次就等我哋三个少女连同嘉宾一齐下海，同大家一齐体验下香港嘅海洋世界啦！哇，啲女仔玩 free dive 好 sexy， 好靓啊！我都好想影呢啲长腿相啊！但系点先可以吸一口气，然之后潜落十几米水底深咧？点先可以咁 free 咧 ？Hello， 宝恩 ，Oscar， 呢个咁大只嘅型男就系我今日嘅自由潜水教练 Oscar 啦。佢有好多年嘅自由潜水经验，仲经常教唔同嘅学生参加比赛噶。系啊，听讲你对 free dive 有啲疑问喎。系啊，点先可以咁 free 啊？想知 free dive 有几 free？ 跟我嚟啦。好啊。成日都以为潜水系要孭住个樽，但其实潜水一般分为两种，孭住个樽嗰种咧系水肺潜水，樽入边再有压缩空气，详细咧就留翻下一集先讲。而今日我要学嘅就系自由潜水 free dive 啦。咁自由潜水到底有几 free？ 其实自由潜水咧就喺唔带气樽嘅情况下，一口气潜落水底。自由潜水是最古老、最原始的潜水方式。早在石器时代，靠海为生的人就透过自由潜水获取水底下面的天然资源。我们经常听到日本、韩国的海女至今依然透过自由潜水在水下面徒手捕捉海产的。吓，一口气潜落水，今日好快冒气。世界纪录最长的闭气时间是11分35秒，而自由潜水的行重下潜仲可以潜落131米，到底点先可以做到啊？咦 ，Oscar， 我哋唔系玩 free dive 咩？你做咩铺晒瑜伽垫咁样嘅？因为我哋玩 free dive 落水之前，我哋都要做个热身嘅。吓，热身？我游水喎，潜水喎，点解要热身嘅？因为我哋玩 free dive 咧，我哋会做静态闭气啦，我哋会落深潜啦，同埋一口气嘅平潜，会运用到我哋全身唔同嘅肌肉。所以咧 ，before 落水之前，我哋一般都会做一啲拉筋热身嘅。我哋咧会伸展我哋嘅颈部肌肉啦，因为放我哋 fans 啦，同埋我哋嘅呼吸肌群都系好紧要嘅，令到你吸多啲气。同埋我哋 tap fin 会用到我哋嘅下半身脚部嘅肌肉，所以我哋都会伸展埋佢嘅。我觉得而家系考紧啲平衡力咯，系嘛？系啊，个船我系咁摇嚟摇去，我惊我跌落海。原来要做到长时间闭气，就要好好咁控制下点样放松自己嘅肌肉同埋意识，有少少好似做紧瑜伽咁样噶。慢慢等自己嘅身体控制到呼吸肌群同埋自我意识，咁就可以闭气得更加耐啦。之前有冇学过腹式呼吸呢？有知道少少，即系吸气嘅时候唔好吸胀个心口，系吸胀个肚。冇错啦，而家跟住我做一次，我哋先将一只手放喺我哋嘅腹部，另外一只手放喺我哋嘅心口度，感受下你嘅身体而家系用紧边一度嚟做呼吸嘅。吸气，胀你个肚，慢慢呼气，缩翻个肚。口鼻唔紧要嘅，最紧要放松你个人。跟住我哋会做一个身体扫描，放松埋我哋个 mind， 就好似我哋嘅成人入咗一个扫描去里边。你觉得 ready？ 咁我俾一只右手嘅食指我，等我知道。好，放松你嘅手指。拉完筋，学习咗腹式呼吸之后，我就喺陆上面练习放松身体，一边听住 Oscar 嘅引导做身体扫描。放松自己的手啊、脚啊，听住海浪、风声，慢慢就唔记得咗平时急速嘅呼吸节奏。去到最尾咧，虽然有少少辛苦，但系唔觉咧，原来我已经差唔多闭气咗2分钟啦。我哋仲有10秒，九、八、七，唔得啦。OK， 俾佢。几多秒啊？1分50啊，唔错啊，系啊，几好啊。放心啦，一陣喺海度做咧，我哋會更加放鬆、更加舒服噶。因為喺海度咧冇咗地心吸力嘅影響啦，我哋嘅身體負荷都會細咗好多嘅。不如我哋試下落海試下啦。好 ，OK。今次我哋出海練習嘅地方就係橋咀島半月灣。橋咀係本港面積最細嘅離島郊野公園，有好多豐富獨有嘅地質同地貌，連島沙洲、象鼻洞、天池等等都係熱門嘅打卡位嚟噶。學有所成，就等我展示下我嘅實力啦！首先在海上面做静态闭气，死啦！今日咁大风大浪，到底我做唔做到噶？2分02秒，2分鐘啦，今次真系耶！
跟住落嚟就要做动态平潜 ，Oscar 喺两边 set 咗水泡，距离40米咁远噶，水底仲拉咗一条绳添，我要一口气咁潜住游40米，似乎真系唔简单啊！落咗40米，跟住俾我过去系咪？我问佢点样荡，佢话放晒条绳就得噶，好有信心啊！因为前头俾咗三分钟。Oscar 话要用最有效的方式，一口气游最远的距离，就好似游泳选手咁，跳落水之后喺水底游一段距离，只要 keep 住个中性浮力喺水的中间游，速度就会最快，水阻最低嘅啦。头先教练咧就话，我今次系可以吸咗1% 嘅气嘅，因为咧有水压啊，当落咗去水入边嘅时候咧，佢个压力令到我肺部嗰啲空气咧细咗，就会好似变咗慢性感冒咁辛苦咁顶咯。果然比想象中难啊！我有好几次都争啲先到40米啊！我以为到咗，啱啱你已经开始熟悉咗成个环境，熟悉咗成条线啦。边度有石头系嘛？所有嘢都开始熟悉咗啦。同自己讲，我已经知道所有嘢。哪个地方有啲咩，跟住下一转你就好容易成功。好好，我而家先话咗一次啦，吸气功坚定啊，我而家就条嘢。唔得，我要再放松啲身体。幻想自己好似一条鱼咁游过去，到底我可唔可以达成目标呢？忍住，放松，身体扫描，顶埋落去啊！水入面我就是出嚟放松嘅，好轻松嘅。但去到尾段咧，去到1:30嘅时候咧，已经觉得哇好辛苦啦，我顶唔顺啦。我发现系唔可以谂嘢嘅，一定要完全放空晒，将自己交俾个大海咧。我觉得我头先同个大海咧已经连结埋一齐啦。嘿，咦 ，Oscar， 点解我哋喺呢度嘅？因为咧上次背住湾大风大浪，能见度又唔好喎。今日导演叫我特登帮你补钟噶。不过喺开始之前，我哋要复习一下静态闭气先。好啊。好，行啦。已经超过2分钟嘅时间噶啦，最后一个就是深度训练啦。Oscar 示范咗点样落水，同埋喺水底度平衡耳压。平时水肺潜水就话可以大力咁喷气，平衡翻潜水时候耳膜嘅压力啫。咁自由潜水净系得一啖气啫，梗系要用其他方式啦。法兰兹平压其实系用舌根同埋喉咙嘅肌肉，将空气推到耳仔度。喂呀 ，free dive 已经好难噶啦，要学习身体肌肉同埋呼吸已经难啦，仲要练埋脷底嘅肌肉，到底我几时先可以影女神相啊？耶！今次终于成功啦！我咧點解頭先一直落唔到去呢？原來就係我個人咧唔夠圓啊！一落咗夠圓咧，一夜落咗4米幾啦。咁好嘅環境，我哋當然唔少得要影啲女神嘅相啦。我想啊，我去 B Dive 就係想影女神相咋。我哋去影打卡相啦。要完全冇裝備，靠一口氣潛落水，仲要克服水底下面嘅恐懼，其實唔容易噶。但係當你習慣咗落咗水之後嘅寧靜。感觉自己就好似在大海入边嘅一条鱼咁自由。咦 o
Oscar， 點解我哋嚟咗泳池嘅？唔係出緊海嘅咩？因為咧，我哋 free dive 係需要訓練先至會進步嘅活動嚟嘅。而喺泳池咧，我哋會做一個靜態閉氣同埋動態嘅平潛。而喺出海咧，我哋冇做過一樣嘢，就係救援啦。救援救邊個啊？我哋做 buddy system 當然要救援啦，所以一定要學識點樣救你嘅 buddy 啊。哦，咁我而家要快啲去學啦。一陣咧，我哋做個救援嘅示範，就有個 patient 喺個池底度，我哋點樣去一個 deep dive 落去，跟住捉住佢膊頭，成個人轉身企翻喺度，好似做個深蹲，捐佢手，然之後大 pass， 好踢波，起身啦，康。OK， 明白。我想問他哋做緊咩啊？夾曬鼻咁嘅。哦，其實 free dive 嚟講咧，除咗玩 fun dive 影下相、打下卡之外咧，我哋仲有自由潛水比賽嘅。佢哋咧就係做緊一啲訓練，不斷訓練挑戰自己，跟住就可以喺比賽度挑戰極限啦。5, 4, 2, 1。啊，我叫 Tiger， 我都玩咗自由潛水大約都有兩年幾噶啦。發覺 free diving 除咗即係深度之外，仲有啲泳池啊、static， 即係做一下啲閉氣啊，都有好多唔同比賽嘅類型咯。我最終我就揀咗去做個 dynamic 啦。咁其實我開頭當初即係係好初期玩咧，咁大約都係 reach 到75米啦，都覺得輕鬆嘅。咁跟住就揾阿 Oscar 繼續去做一下啲練習啊，同埋啲改善一下啲泳姿啊。咁但係因為我哋上嚟就要做翻啲 surface protocol， 即係保持清醒啦，叫做先叫即係譬如你游到200米，但係原來你上到嚟冇做好嗰個 surface protocol 咧，都唔當你係achieve 到嗰個米數。秘訣就係練習咯。講到自由潛水運動員，就一定要提呢位香港紀錄保持者，人稱大魚嘅 Chris 啦。佢嘅紀錄係一口氣潛落水底95米啊，全程3分35秒啊，95米3分幾鐘，一啖氣都冇唞過。到底佢係點做到㗎？佢係人定係魚嚟嘅咧？等我訪問一下佢先。都好耐啦，我差唔多玩咗8年啦。以前嚟講咧，好多時候咧，我哋有一種叫做譬如係 skin diving 或者 snorkeling 啦。嚇，有啲人啊，可能係著住救生衣，純粹係即係帶住個鏡管、蛙鞋喺水面度睇，咁嗰啲就叫浮潛啦。咁第二一種咧就係譬如徒手潛水啦。徒手潛水咧，可能就係即係比較淺水啲，可能係大概10米左右，咁可能係純粹係落去即係睇睇就上翻嚟啦。咁我哋自由潛水咧就會再深度多啲啦，因為喺我哋自由潛水入邊咧，我哋就冇一個深度嘅限制，我係好 enjoy 係俾水圍住嘅感覺嘅，即係我發覺咧，我一潛咗落去嘅話咧，就望住周圍嘅深藍嘅話咧，我個人咧會覺得好舒服嘅。咁跟住你就會潛下潛下咧，就會好似越嚟越上癮咁啊！我又可以上，我又想落深啲，跟住又想落深啲，咁就可能即係10米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咁樣一路咁樣玩落去咯。你係完全同呢個地球好似脱離咗咁樣嘅嚇，即係喺個深海嘅環境，其實就好似去一個外太空嘅一樣嚇，咁變咗嗰個感覺，你覺得哇，好似去咗轉太空旅行嘅感覺一樣。海入邊咧嗰個環境咧，其實會不斷咁轉變。我都試過最困難就係我哋喺譬如印尼啦去比賽嘅時候啦，即係出去嘅時候係風平浪靜嘅，但係當我下潛嘅時候咧，係突然間即係起曬風啦，又好大水流啦，咁咧去嗰個環境，哇！真係你會覺得好有挑戰性嘅感覺。其實我個人咧喺訓練就落咗100米4次嘅啦，已經。係啦，咁但係即係當然你話95同100其實即係爭個5米啦。咁但係喺呢個深度嚟講咧，爭5米已經係爭好遠嘅啦。因為爭個5米咧就係你反到壓同反唔到壓個分別嚇。即係有陣時你反唔到壓嘅話咧，就算你落多幾米嘅話咧，隻耳仔都會受傷嘅啦。
咁所以 that's why 去到呢個深度嘅話咧，係爭即係你諗下，可能世界冠軍同埋第二，可能都係爭一米兩米嘅啫。咁喺 free diving 入邊有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、是你唔可以中途放棄嘅，即係你唔係好似跑馬拉松咁，哎呀我隻腳好攰啊，我上巴士係啦，我行埋一邊。free diving 唔係嘅，你就算落咗去唔得，你都要再上翻嚟嘅。當日我見到 Chris 練習嘅時候，能夠一口氣潛落十米深，上嚟換氣幾秒，又再落翻去，完全唔使休息咁噶。其他資深嘅教練見到都覺得好驚訝，但 Chris 同我講咧，學 free dive 係冇捷徑噶，勤力練習。想方法，诚实地跟自己的身体沟通，一步一脚印，这样才会慢慢进步的。Ivan 和 Shaming 是真正的都市野人，平时会避开西贡的繁忙时间，选择半夜行山去大浪湾潜水打鱼超下，这样就几日了。不跟他们落水都不知道，香港的海洋生态物种算得上世界上的数一数二的，比起很多热门的潜水国家更加多鱼和珊瑚。不要看他们这样打鱼好像很暴力一样，其实用鱼枪打鱼比起拖网捕鱼对环境和动物的伤害更加小的。更加重要的是自己吃几多先打几多，不会过分捕鱼，更加不会打太小的鱼，维护生态的平衡。还有各位观众记住，在香港用鱼枪打鱼是需要申请牌照的，一般的市民你千万不要乱试啊。Ivan 阿生，你们回来了，是有没有鱼获啊？少少啦，有啲青口啊。咁我哋今晚點整啊？我哋今日食冬陰功青口。咁正。係啊。大食我哋今日晚。好啊。咁我幫你手啊。好。我負責拎魚。你就攞呢個啦。其實我買魚都好方便啦，街市好容易就買到。點解你特登出海打魚嘅？中意自己捉自己食咯。中意有種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。即係你想打魚咧，打到滅絕個生態咧，其實都幾難。你見到一機又好，幾多百條、幾多千條都冇用，你開一槍嘅啫，全部走曬。咁你哋遇過最勁嘅魚獲係乜嘢啊？斑咯，重量就係斑類咯。我想斑咯。咁嗰啲斑係即係野生啦，定係其實啲人放出嚟㗎？放出嚟嘅，我哋都有打的。係啦。你點樣分啊？點知邊啲係即係會唔會係放生嗰啲蠢啲咧？蠢啲又蠢啲又會有，你見到佢個身可能有啲紅疹啊，唔係咁靚仔嘅都會有。佢本身根本就冇可能喺嗰度生活，係啦，或者佢會變咗一啲掠食性嘅魚類，就會影響到香港嘅生態都會有咯。影響咗佢哋嗰個食物嗰個數量。以魚獲嚟講，孭樽打魚可以喺海底度無限咁打，但 Ivan 咧就唔會選擇咁做，原因係佢覺得。如果孭樽落去打魚，就好似開咗必殺技咁。係啊，我就中意公平啲嘅，係啊，咁就自己落去，咁就一啖氣一條魚咁樣咯，咁冇咪冇咯，冇咪捉青口咯。唔係淨係消費嗰個大自然，你係真係一啖氣，咁你剩翻嘅就淨係自己同埋個海嘅博弈啦，咁樣叫。即係呢啲地方啦。嗯。你會個物質要求會低啲，咁你其實打條魚煮個菜就好滿足，煮個飯咁樣有一餐㗎啦。但係呢個先係最奢侈嘅，對於城市人嚟講。第一次 date 嘅時候就係過到嚟，過到嚟咁，然後就鄰居就話：哇，好清喎，要唔要落海 feel 下？當你第一次落到去嘅時候，你就覺得哇咁樣。未見過呢個香港。係啦，未見過呢個香港。之前你去泳灘游水，其實。你都知道香港啲泳灘，你又點會好似綠色噶嘛？係啊，全部都係綠色嘅。金寶綠。係啦，咁啊慢慢接觸咗呢樣嘢，接觸個自由潛水，其實第一開始就已經係打魚噶啦。除咗打魚，佢哋仲喺香港嘅水底見過好多嘅海洋生物。我哋最誇張嗰次都係魔鬼魚。係魔鬼魚同埋海龜。我見過魔鬼魚，但我未見過海龜喎。香港嗰次我覺得好感動嘅，即係可以喺香港嘅水域見到海龜，一潛到落去，佢咁啱有嚿石卡住咗自己，就喺度瞓覺。哦，係啦，咁我一潛落去咧，個眼神嗰個接觸咧係好直接嘅，好明顯。你望住佢，佢望住你。係，我望住佢，佢望住我，然後就驚嘅，驚嘅。佢驚定佢驚？佢驚，佢驚。咁我就即刻攞起個高抱影佢啦。佢心諗咩嚟嘅？咩事啊？我瞓緊覺㗎嘛。
我係好羨慕 Ivan 同埋阿珊呢對 couple。你揾到兩個理念一樣嘅人，本身已經好難噶啦，仲要係即係融入大自然，有個即係伴侶同你去癲，一齊去做一件你好中意嘅事，一齊生活咧，係非常幸福咯。所以我都好希望可以揾到咁樣嘅另一半。我上唔到去啊！盡咗力啊！嗱，拉橡筋咧，最緊要就背肌啊！呢度一定要做嘅。我發現我真的很喜歡海，我覺得是不夠皮的，雖然我的手你看到我的手指皮已經潮了，但我覺得是真的很不夠，我就是真的完全感受到 Chris 所說的話，就是他被那個大海包圍住你那個壓力，那個安全感，就是他是每一寸浪每一寸海水是經過你的身體，就是覺得他的心理質素是很好，因為我落幾米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哇好大壓力，我會不會不夠氣，我要上來了，很害怕，為什麼可以一個人去到這個勁嘅極限，然之後佢話佢要再繼續進步，可能過100米，然之後再深啲咁樣去訓練，我就係非常之欣賞同佩服，覺得哇好犀利！我沒頂啦，我淹沒啦，太恐怖了，好好食啊！我覺得你係咪都仲係未食飽啊？可以食啲嘢咯。玩 free dive 的朋友比較少裝備，所以有時岸邊或者海中心啲人都唔知佢哋喺下面潛緊水㗎。咁為咗令到人哋知道佢潛緊水咧，通常海入邊咧都會有一個水泡啦，上面掛咗支紅旗仔嘅。等其他玩緊水上活動嘅人咧，見到呢支紅旗仔就知道下面有人 free dive 緊啦。所以咧，其他人見到呢支旗就要小心啲，唔好撞到佢哋啦。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更多 Feel TV 的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，揿埋个铃铃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